你是那张牌。你是谁？重案组有鉴定。黄先生死了，大家都很不开心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做。我想，黄先生不想知道你犯法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合作。今天发生的枪击案，其中一名死者是警方派往黑社会卧底的狄路，警方对此事件表示惋惜，并承诺尽快追查。嗯，哥，我刚才的狄路。哎，你有没有让他看过货仓啊？如果他知道货仓在哪儿，就惨了。我不管你有多难，你去。哎，他在那边很久了。是你啊。坐了多久了？我跟了韩森3年多，以前跟我几个老大加起来差不多10年了。哦，那我该向你敬礼了。恢复我身份就行了，我只想做个普通人。叶楠，你没做过卧底，你不懂。人这么多，我帮你打开档案，可是你有密码。卧底的摩斯密码是什么？就这么简单？哼，好。变的吗？
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公孙姐，你做你的事，我这边也不用管。正在查你贼，老婆帮不了你。原来你不是担心我，是担心你自己啊，刘警官。你那声音漂亮吗？那珍贵的录音是我在韩正的办公室找的，你不走运啊。你别想我，现在怎么样？还我一个身份。下午三点，重庆大厦，手机开着。你说的吗？我也读过警校。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，喜欢在天台见面。我不像你，我见得光。我也恭喜大老板。我要的礼物比还带来了。干什么？